那我车上可不可以拿一下我的气喘药？气喘找得到，没带出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应该还好。你慢慢找。好，给我一杯热水，谢谢。找有带吗？有带，没关系，慢慢找啊。好好好，可能没带。然后这个，那我们要不要中断？不用，没关系，可以，真的可以。那你我就很抱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，因为我讲话的时候可能因为气喘会听到那慢慢讲有那个声音就是了。